到了有很多好吃东西，而且还有很多人文的新竹。耶！让我们再一次掌声欢迎耸干事。哎，老朋友，老朋友了，去年就有来过了。欠中原城隍庆，哎呦，是一份子了。因为去年呢，在大家的宣传之下，我们好多里面的活动呢，人数都突破新高。农历七月呢，其实我们在竹堑中原城隍庆呢，已经有很多很多精彩的活动。对，接下来就是最高潮了，8月16号跟8月18号这两场活动。哦，茶叶暗访以及绕境。正窟城隍爷呢，他会在白天，在7月15号农历的时候会出来出巡，在我们新竹市的各个大街小巷来看一看大家境内是否平安。了解了解了解。正窟就是说呢，有一些可能有冤屈啊，需要平反的城隍爷，在这个时候跟大家好好的来沟通交流一下。那为了要让我们城隍爷在绕境正窟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平顺，茶叶暗访呢就会在我们的前一天的晚上呢，我们在这个派出我们。范谢将军是就在我们身后的范谢将军，是大爷公还是二爷公？每次只要城隍爷出去，就是六个将军一起的，六个将军，大爷、二爷哈，这个是必定的哈。OK OK。所以呢，当天非常的特别，是有什么火把队，那个总共是我们火把队大概会有几千人。对，现在还在报名，还在报名当中啊！欢迎大家一起拿着火把跟我们一起来夜巡。了解，只要报名成功，可以有一件那个制服了，有一件制服，所以我们也要准备哦。感谢董干事。所以呢，我们就是透过茶叶暗访之后，绕境正窟来把我们的竹堑中原城隍庆呢，欢迎到时候有很多的各县市的好朋友们都可以一起来到我们新竹都城隍庙一起参加。欢迎大家一起来。欢迎。这个最后的两天呐、啊，这个16号跟18号算是这个。整个活动的高潮是那观众朋友们，饥饿游戏看的朋友呢，其实前面可能你们都已经有来参与过前面的这些活动，那后续的活动我们真的是欢迎其他县市的朋友也都来到新竹参与这样子的一个盛事。是，对，我们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饥饿好朋友总干事，谢谢谢谢，就是感谢。好，那我们今天来到城隍庙，哈哈哈，势必就是一场大战喽。先在这边进行一个小游戏，每回合要派出一位队员抽题，然后进行城隍相关问题的抢答。谁知道哇？选择问很深的选择题，选择题 ，OK， 谢谢。反正答对得1分，好，率先获得3分的队伍获胜。哦，那我们开场有讲说挑战任务嘛，任务成功可以丢铜板决定该点的冲击分量，是，所以。这一关获胜的可以获得5枚硬币，落败4枚，所以那个几率又不一样喽。5枚会比较有优势嘛？OK。所以这一关要想办法赢，所以那5枚4枚后面都不会变了，不会变的。等于这个小游戏就要抢。对啊。好，那我们就上道具就位。先讲好哦，因为这个是 one by one PK 哦，所以除了站在垫子上的人可以回答之外，其他人不能在旁边。不是那个，就是那个，不能用唇语那样，就是哔哔哔哔，不能这样，不能提示哦。我们很怕他题目出来，大家会一片安静，越想提示也发不出声。因为今天感觉是很有难度的，因为我们每一次解答完之后，我们还会邀请处长来帮我们做一下答案的注解。如果你答对了，处长呢他就会帮你注解；但是如果你答错的话，处长就会做一次重力摔。是不是？答错，他有配合哎。对。所以呢，我们这边第一棒呢就自己出来了，好不好？好。第一棒，数到三，往前站一步，预备，1、2、3。竟然是柠檬。那后面的就安静的交给他们了。好，我们抽说话。抽题，你抽，柠檬。那我先来中间的。好，柠檬的台语是不是叫做酸呀？那是芒果，因为很酸啊。然后我的台语是雷梦。雷梦。好，我们第一题是。都城隍庙每年的城隍祭会先请谁茶叶暗访绕境都？来，选项，来说选项啊，选项说，讲啊，你答对了，真的你过，太冲动了，A B C 还是一二三还是甲乙丙？说答案哦，对，半谢将军，他说，
我们要继续讲，继续讲。会先请谁查验暗访绕境路线后，再让城隍爷亲自绕境正姑呢 ？A. 牛马将军 ，B. 董李牌爷 ，C. 大二公子。先请。A. 来，他说。刚才可以讲，刚才可以讲。哎，处长真的终于摔了。处长，你没有一击退处长啊？是啊，安排的。他现在的问题是他不知道二三。好，来来讲讲讲讲讲讲。哪是这种？我不知道另外两个人是谁啦。你按你的讲。B 呀。B 是什么？跟二啊。B 他是说 B 就是你刚才有讲的那个嘛？没关系，反正答错了，来。哎。B 是什么 ？C C Lemon C C C。好，搞错 ，C 不是 Lemon 吗 ？C 是什么 ？C。要讲出答案，讲出答案啊！重点是答案。大二爷。大二公子啊！大二公子，公子，大二公子。名字有好多好多功劳。哎呦！所以要听啊，你的答案要听完才有办法讲。对啊，详细的状况我们要请处长来我们讲解一下。没错，就是我们每年呢，在这个绕境正姑之前，都会请我们的大二公子出来，就是帮城隍爷先巡一下这个我们整个都城这样子。那我们这边的话，其实今年啊，就是二公子来帮忙做这个巡查的动作。那刚刚讲的范谢将军呢？范谢将军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城隍爷里面也算是他们是一个司法官的一个概念。对，他们并不是城隍爷的大二公子，是不是出去，不是出去巡的，对，所以是不一样的。了解了解了解，记得刚刚的范谢将军。所以蓝队这边已经先拿到一分了，耶！压力大，压力大，来来来，好，来第二棒，数到三往前站，一、二、三，啊！一路自告奋勇，你。我跟你讲，这个厉害！明明旁边没有人碰他，自己出来说：“哎呀，谁推我？谁推我？”没有，我们都没有看到人推你。我为什么要推你？他干嘛推你？你又不是特别聪明、特别厉害。你有勇气站出来，很棒啊！不是，你想出来你就讲嘛，我不用只有眼神这样。不常上节目，也不要这么刻意。对啊。先抽都可以啊，你们俩决定。那蓝队抽，现在让橘队抽吗？重点在答对，不是抽牌。对啊。城隍爷。哇，厉害了！备受尊崇的城隍爷，在阴间主要的工作，相当于现今世界的哪项职业呢？哦。A 警察 ，B 法官。B 法官。啊 ，B 法官哦。恭喜答对！耶！直落二出来了，直落二，这难得出来也要练完，然后我们再按，有点昏迷，这里就没了。他其实是什么？凭良心讲，凭良心讲，他刚刚有让你，因为他第一下是，他完全没拍到，因为我在踢，然后就拍到别人。OK，C 是什么？律师。不是律师，哎，我们已经是2-1，2-0喽，我们快要把你们三胜喽，哇，呸呸呸，好啦，我们再输就完全没有，对啊，好来哦，好，第三棒数到三，一、二、三，哇，压力很大，天哪，帅哥，哇塞，老前辈啊，老前辈，你好帅，这就叫做满腹诗文，满腹经书，满腹布局。来，好不好？直落三，我们要给你选，你比较近，对，这镜头不好看，谢朗豪，谢将军，谢将军，哎呦，我跟你讲，我们这边一定会赢，为什么？我们有必胜之舞，哈哈哈哈哈哈，饥饿游戏，饥饿游戏，来对胜，耶耶，是不是？是不是？我们柠檬只有出来跳这个舞的都会赢，你也不。你也不考虑一下他有没有尴尬的感觉？对，好尴尬呢。他刚刚的脸就是尴尬的。换一个不尴尬的脸，换一个不尴尬的脸，再一次。不尴尬的脸呢？哦，是不是？对啊。我跟你讲，我们到时候播出的音乐，其实你们都不知道，其实柠檬最强的不是跳舞，是唱歌。好，那再唱一次。对，他有柠檬。很尴尬，所以还是要唱。他可是有凝魂歌姬之称呢。你的灵魂。哦，后面还有，后面还有，后面再来，后面再来。好，好，好，我们慢慢一关一关慢慢。谢将军，谢将军，请问下面哪一首歌
歌词中有提到范谢将军。我知道，来来啊，好按什么按呢、啊？都还没有，我知道 A B C 都还没出来。校园民歌里面那个庙会。哎呀 ，A B A 还是 B？ A B C。你答对就对了。你为什么要犯跟我一样的错？我提示了啦。很难耶。我来做个结论好了，好不好？恭喜蓝队进入奖金挑战赛。哎，太快了，太快了！来给我们猜，搞不好他会对啊。你就是 A 庙会、B 庙会、C 庙会三个前三棒，然后猜哪一个？不能犯的错，一个人犯一次。错再错。那就是B B 什么？庙会 B 庙会。你猜 B 啊？对。怎么会猜中啊？哇！真的是飞吗？耶耶耶！国大院鹿港小镇 B 王品庙会 ，C 王彩华波比，不是柠檬代赛的，不是我害的，是他这个我的。啊，我本来是希望这个三是主谋啦，没有，那是我们，我要过去是，我跟你讲，对 ，OK OK OK， 1-2，1-2，好，1-2，你们还是金牌的状态啊，好，好。所以刚刚其实大家有答对了，是我们的那个庙会的时候有范谢将军。那我们这个范谢将军呢，去追查这个犯人的时候，那相约在这个桥下，范将军他在那边等的时候呢，就是被溺死了，所以他脸是黑的。那等到这个谢将军他来到这个现场的时候呢，看到他被溺死了，就觉得非常的伤心，所以他就是去上吊自杀，所以他的黑的，然后脸色苍白。哦，这个原来这个典故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蛮感人的故事，是是是，重点要走心。所以你看，我们节目的知识性还是很丰富。对对对，学到了。好，第四棒，对不对？第四棒，一、二、三。哎，你又被推出来了，对，你们两个都被推出来了，是安排他哎，对，但是好害怕，压力很大，因为当他知道第四棒要扛责任的时候，他就一直不要第四棒。万一我赢的时候，那你怎么办？哇，那很紧张，哇，那个比二更对啊。可是怎么叫万一你会赢？你一定会赢。你们前面乱玩，然后一直跟我说你会赢，谁乱玩？我们很认真。好，来，答案是。你答 A B C。A B C 什么？来，我们抽牌啊！你们那队都来，那我抽，我抽。抽牌，感觉那队在赌他输。对啊。哎，刚好是范将军。哎呦。根据民间传说，范将军因为信守承诺，不幸发生什么意外呢？什么意外呢？哎，快有票，听选项哦。被溺水。我们全员呢要跟老板进行1-1的共玩 PK， 然后你只要让老板打扁共玩，你们就可以获胜。老板呢？你刚刚没打到，你丑一个。对哦，没打到，刚没打到。好，丑二哦。没有，他没有手，范将军因为信守承诺，不幸发生什么意外呢？什么意外呢？哎，快有票，听选项哦。被溺水。水，恭喜答对。超闷，因为呢，他讲 A 溺水的时候，你刚好讲话，他回头看。什么意外呢？哎，快有票，听选项哦。A 溺水。然后我压在上面，我就摸到鞋子，个人手害羞，赶快。我们想整段节目最好看的是范谢大，范谢将军抽的刚好。对啊，才刚讲完范谢将军的故事，刚好就出来。对啊。OK， 好，来。所以你看吧，最后了，你一直在那边推来推去，你现在要扛局队的胜负。你下一个会不会是谢将军？加油！加油！这个阴阳师公。根据文化部国家文化记忆库的解释，阴阳师公的专职工作算是城隍爷的 A 秘书长 ，B 保镖 ，C 贤内助。答案 A 秘书长，恭喜答对！好强！秘书长，
秘书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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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真的是加油舞完之后直落山了呀！你的加油舞问题啊，是你的问题，是你。这个加油舞要松香了，不要再出来了。最喜欢跳的那种站的时候跳就会输。球场上这比赛它是有它的规矩，我们是被人家拼牌之后连续拿三球，对，太感人了，太感人了，太棒！所以我们获胜的是橘队嘛？五枚。秘书长要讲话了，来，秘书长，对，刚刚抽到的是我们的阴阳师公，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脸是一半黑一半白，那其实就是有点类似黑白分明、赏罚分明的部分。那他也会收集一些那个人间的一些情资，好，阴间的情资，然后来禀报城隍爷，所以他有点类似像秘书长的概念。哦，真的是秘书长 ，OK， 所以恭喜了，我们橘队有五枚的硬币，蓝队有四枚。这个其实还是运气啦，运气，说不定五枚也不一定甩得到啊。没错，好，所以我们就要上车哦，上车各自出发。OK，Let's go。耶！哈哈哈哈哈哈！怎么会出现大妈的声音啊？耶！观众才会开心呐、啊！下次我要自己抽，对啊，完全自取，完全自取。对，今天真的是赵哥来，真的是自，赵哥真的是，那么多关卡都赵哥先自取了。到后面我们就擒拿下来了，之后我们后面都不怕了。不错，我们也谢谢今天所有来宾，恭喜安贵。最有趣的今天游戏，我们下周见了，拜拜。